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睇片之前记得 comment、subscribe、like 如一。Hello， 今次系第一次出嚟，嗯，系啊，你好熟喎，啊，你有 follow 我，啊。是啊，第一次在有現場的有現場觀眾的情況下唱《願望之翼》，咁就感受到呢首歌的力量啊，好犀利！其實開始聽的時候都覺得呢首歌好有力量嘅，咁但係今日唱的時候就感受到了，因為現場觀眾的反應啦，同佢哋嘅一啲能量的投射咧，就直接我 feel 到了。第一次唱喺唱到自己歌啦，又見到 fans 啊，係咪啱啱本身聽到好感動？嗯，係啊，係啊，好感動，因為有好多人圍住啦，即係陪住我，包圍住，就好有愛啊！成件事。最尾有 fans 支持啦，一個大嗰個大嘅 banner， 你本身係支持嘅，係真心 surprise 咁送俾你。我應該第一次見啊！我唔知知唔知咧，我應該冇見過嘅，我冇見過實物嘅。但我知道他們在籌備這些東西，今晚都會在終於會看回那個同志節目跟那些粉絲很多聲，我一向都會跟他們聊天的，但是就即不是很 regular， 就大家就聊咯，久不久聊這樣咯，等了都幾年多才叫正式出道，是不是放下了其他的工作就已經很正式？是，目前都是，因為都很想全心全意盡地一搏，試下唱歌，因為都之前是有一段時間對自己的能力不太相信啦，咁都而家就相信自己啦，就希望做到更多。其實是累積的，因為很多 fans 朋友都會講話，好想聽到你唱歌，你好想再聽到你再次唱歌，因為他們之前聽已經 聽了很多，但很想期待你在這一行繼續走下去，我覺得，我記得有個 message 很深刻的，就是他本身那個朋友是有點 depressed 的，他聽完我首歌我覺得舒服了很多，就覺得，原來我的聲音是有這個力量的，既然是這樣，不如我做多一些，不要浪費了這個聲音。今年有沒有計劃要出的時候？希望出多兩三首咯，係啊。係咪就喺安台上面講嘅，又可以有跳舞歌咁樣？呢個我覺得咧，嗱，要出電腦歌咧，電腦歌要出跳舞歌咧，唔係唔得嘅，會俾你緊張，有啲緊張。其實我係想出跳舞歌嘅，不過咧，我係嗰種。即是我要出的時候，我一定要去跳到很犀利，很犀利。我不想大家覺得我，一般啦咁樣。所以我希望我有呢個能力的時候，再一出咁就可以，哇！而家要開始練舞了，我自己有偷偷練㗎。會唔會試玩兩下？啱啱喺台上面咁，係啊，好有天分。我想問佢，未來可以同邊個歌手合作？嚟緊啊！嚟緊其實啱啱就同吳林峯合作咗出一首 cover 啦。咁嚟緊都我唔知短期內會唔會有啦，但我都好想同阿 Joyce 合作嘅，因為見過佢做嘢，我哋一齊唱過超級咧，就都好知道佢做嘢嗰個感覺，我就覺得哇！我一定要成為一個咁樣嘅人，所以就好想同佢合作。完啦。出孤单温室，这孤单是带着期望，浪迹不安天空，这不安代表一线。